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哎，看到这个界面，你们应该知道我今天要干嘛了吧？没错，帮小伙伴抽雷神。先来简单看一下这个号，它是三个月前正式开始玩原神的55级萌新，而且今天还有特殊的生日 buff 加持，希望能够抽出雷神和庄武。那么既然他的生日和雷神卡池是同一天，就说明他和雷神非常的有缘分呢、看一下保底啊。建了27抽，歪了一个莫娜，有大保底。那稳了，先简单的来一手。哦，九条不亏，满命就是爆伤拐了。继续。早右。九条。五个十连下去应该就快出了啊，兄弟们。来来来来来，出来吧，金光。好耶，雷神入手。号主的伞兵终于可以亲妈母子团聚了。现在距离小目标还差一个五星专武，看看他武器池的保底如何。整整11页。那接下来这个十连大概率就要连金了。好，那么要求不高，不歪就行。众所周知，犹豫就会败北，直接跳过动画。你看我说什么，犹豫就会败北，果断就会白给。看看这什么局，生日快乐局，新手的欧皇 buff 加成就是香啊。来，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4000个原石能不能帮号主搞一手一命雷神。嗯，抽完怎么出了这么多九条了？好像快满命了呀。扎心了，差一个可还行。不过雷神池子还有20多天，之后随缘抽抽再出一个应该不难。好，那么这一次也算是帮萌新号主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心愿。OK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886。